Yeah!
听说你经超人称万人，交手之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个将才，若能弃暗投明为朝廷效力，本帅就法外施饶你不死。饶我不死！你，老子需要你饶我不死吗？你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还望三思。 应该战死沙场，建功立业，我岂能为了活命苟且偷生呀？